带着波波跟药师呢，要来进行一场挑战，又怎么了？那正好啊，大家来看我们挑战，他在被揍那一种，对不对？放手臂就好了。哦，嗯，没有，今天轻松的，哦，轻松的，挑战什么？舒服，米其林哦，哎，吃到饱，哎，饱，绝对让你们饱，拜拜。米其林的轮胎翻运挑战，怎样？棒吧？还是还不错。人家美食公道博是挑战米其林餐厅，你们是挑战米其林轮胎。没错，让我们欢迎米其林的轮胎一哥阿斌。好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米其林一哥阿斌。哇，这个手臂，这个核心，耶！哦，看来是非常的强壮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慈家汽车服务中心，要来跟阿斌挑战翻轮胎。耶！今天想怎样挑战我呢？我们今天呢在后面这里有36个轮胎，每一个都大约10公斤重左右。我们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些轮胎翻，从 A 点翻到 B 点，而且重点是要排好，不能乱七八糟，怎么翻都可以，怎么翻都可以，你要用滚的也可以，滚的可以，一次可以拿好几个。好几个可以，你要一次翻六个，这样是都可以。你把整个人塞进去这样子装走，只是你爬出来会花很多时间。也是，对。哦，所以等一下就是比一个谁是最速男的概念喽。哎，没错，就是一个谁是最速男的概念，又是最速男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比赛开始。好的，我们呢现在比赛即将开始。哦，我们要从A 点翻到 B 点，要超过这个停车格的范围。这个线。对，要在白线之后。哦。对，我们第一位挑战者，光头王波波。耶。耶。计时开始。耶。加油。示范一个吗？好。好。打好基础啊。走开。打好基础啊，波波。好，太歪了吧！快！当一天我是伊阮的命。可以啊！还不到2分钟哎！哇，波波很快啊！最速男，好，最速男。2分30秒，我波波累了，好快，太高了，最后三个，要使出你的大绝了吗？好。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有策略，就是这样弄好以后，直接全部后面用滚的，是不是也可以？2分55秒，快，3分钟以内可以吗？好，耶，完工！哇，该他花了多少时间？刚好3分钟哎。哇，好累，压力好大。哇。第二位挑战者蔡药师，耶，准备哦，你摸到轮胎，我按计时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啊，我这个是，哇，这个速度有差哦。好，我一开始就用全力在冲的，游泳啊，哇，一点压就很爽哦，快，很快就爽哦。还要2分钟，不是在增加的，可以的啦，老师。呀，老师晚上还有几天？哎呦，猛哦！哇，要是一脸轻松哎。他大概2分钟就停。哎，现在才45秒而已。
快翻完一半了，等我看一下，太快了。米其林一哥，你觉得药师的表现怎么样？有点快，有点快。你觉得他是不是适合？是不是适合来石家这边工作？可以专门翻轮胎。然后药师又得到专业认证了。他是轮胎行的最速打手。哇，该现在药师几秒了？1分10秒。哦。最后两层。该现在几秒了？1分51。哇！只会跑，太快了哦！不会讲嘞。好嘞，2分5秒。得使出全力了，他真的太快了，你要冲刺了。我已经想好奇招了，真的。你有奇招？策略，我要去了。我很期待。去了，好，药师计时准备哦。啊，来，开始 ！Yeah！ 哇，哇塞，太猛了！哇，什么奇招？盖伊小心哎！哇，盖伊出奇招了。什么？你们在讨论什么？他们两个好快啊！你们有什么策略吗？一桶先把它排好，然后再丢六条过去，然后先排，再丢再排。最下面那排先排好，然后全部都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比较省力了，比较省力，又快，这是你们的技术。对，你们不用蛮力跟他们拼的，用智慧的。对，有时候慢慢的给他叠起来就好了。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位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对象。米其林轮胎一哥阿斌，啊，阿斌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交，来，准备哦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
整齐度就有差了啊！啊！啊！耶！但是这样究竟有没有比较快呢？啊！啊！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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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他能保持这样速度的话，你这表面应该两分之跑就可以了。啊，我觉得他的体力没有消耗，他的 ATP 已经耗尽了。啊，哎呀，比我们时间来到两分钟啊！啊，加油加油！好，这个快速整齐的挺好的。两分十秒，阿碧，加油！最后四个了，最后四个了啊！哇，在这叠的速度不是一般呢。两分二十，太高！好，最后一个啊！耶，多少？哎，两分二十七耶！哦，哈哈，还快，比我还快，米其林一哥。好强哦！哇，一哥，米其林一哥，现在勇士区，哦，向前行，哦，米其林一哥，耶、yeah ！哇，不过说起来，药师真猛，每次都过关即逝、啊。为什么连职人都赢不了你、啊？哎呦，你是真最速，百万鸟。家的制服来一件好不好？蔡药师，他明天开始上班，明天开始上班，可以，不要迟到啊！哇，我们今天的那个米其林轮胎搬运挑战，第一名，我们的冠军蔡药师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很强的是，就是阿斌，他靠的是什么技术？没错，而且他全部都技巧都用到。他如果今天就是可能力量再加强一点，我们一定是被海放被咬一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职人的技巧不是一般人可以挑战，没错，除非你要有蔡药师的怪力。没有，我刚刚也太耗力气，我觉得我也超耗力气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很耗力气，当然都超级喘，对，没有，主要是喘，没有一个方式是轻松的，对，就像阿斌刚才用丢的那些，也不轻松，也是要用到一堆核心的力量去抛，而且我觉得速度的问题。速度越快，你就是浪费越多 ATP， 耗用到的无氧系统对对对对，无氧系统一多之后 ，ATP 耗尽就转换到我们有氧系统，哎，很好用哎。如果要减脂就好，减脂好用，没错，能够在三分钟之内消耗大量的热量，没错。以后可以来当米其林大使，就是你想要减脂的时候就来，持家欢迎你，没错。好的，那这次的合作厂商呢，就是米其林啦、啊。从现在开始到二月十号以前呢，米其林有一个换胎享八百壮士向前行的活动，只要购买四条米其林轮胎，就享有八百元折扣优惠。轮胎十七寸以上还加赠限量好礼三选一，包括米其林宝宝智慧锅、米其林防盗运动背包，还有低压快煮锅。有兴趣的朋友就不妨参考看看哦。快过年了，返乡出游。换好轮胎才安全哦、yeah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健盖一，下次见，拜拜。